咦呀，是嘿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对啦。然后我们今天是玩这款叫做 Rabbit Rabbit 的游戏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这一款是由那个观众介绍给我们知道介绍的游戏，这样我看一下哦。是对于我们两个关于初级玩家，我觉得我们玩 Normal 好了。娜娜还是玩 Normal 好的，然后之后可能有机会的话就玩 Hard 这样。然后这款游戏算是一款动作类型游戏吧，应该吧？问他。好像睡了很久，居然没叫醒我吗？等等，地板怎么硬硬的？而且上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哦。为什么是在一个箱子里面啊 ？Hello， 你没问题吗？哦、oh ，我应该没配错音吧 ？OK， 我没配错音，要更可爱一点吧？不知道，看先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刚刚不是与主人和蜜女一起睡了吗？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？难道是蜜女的恶作剧？主人、蜜女，你们在吗？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主人，我是艾丽娜，我居然在说话，兔子居然在说话。说话？等一下，我真的在说话吗？我还以为是自己内心的声音说。这是什么一回事啊？兔子才不可能说会说话，难道？亚雷，好可爱呀！呀，好可爱哦！哇哦，哇哦，这个世界是什么一回事啊？居然变成人类的样子了！这不是真的吧？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？但是兔子的尾巴还在，我还是只兔子吧？变成人类的兔子，不可能的啦！这一定是在做梦对吧？可是这感觉又很真实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兔子是你。是你停下来啊，不要再抖了，就算害怕也不用这样。平常主人看到我这样的话，一定会立刻跑来关心我的。主人，你到底跑去哪里了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不对啦，现在不是主人去了哪里，而是我到底在哪里呀？不要害怕了，如果这不是梦的话，一直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。哦，好古锥啊！哇，用双脚站立有点难。主人们平时不觉得累的吗？这是镜子吗？主人家中也有这个东西。这是我吗？紫色的头发，这样算可爱吗？你超可爱的好不好？不是很懂，但感觉不错吧？哈哈，明明是只兔子，却那么注意外表，主人想来这样对我说呢。主人，我一定会回到主人身边的。哦，说我可以动了吗？说明时间，control 基本中的基本使用 ，OK， 左右移动，再次小跳，然后来，整跳三个程度，好，然后事情省略。发生什么事可以按什么？按 ESC 跳过事件，但是我不要。OK。哦。哦 ，OK。刷只能跳两个高，感觉有点糟糕。所以我们要跳去哪里啊？哦。哦，可以了。这里吗？这里。哇、wow, ，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啊！这个背景，艾琳娜是艾琳娜吗？耶、yeah? ，
免得啦。刚刚的声音是米诺吗？难道米诺也在这里？平常米诺虽然米诺平时看起来总是很疲倦的样子，但是刚刚的声音好像有点不一样的。哦，男厕所可以进吗？好像不能。女厕所呢也不能。那就只能往前走咯。对，只能往前走。Let's go。各种地方都不能进。好。往前走，这感觉就在医院，不是吗？小兔子终于起，哎，不是，这好像不对。小兔子终于起来了吗？也是时候把你送回去了，快来这里吧。啊，刚刚声音有点不一样。哦 ，Let's go， 小兔子是你。走这里吗？哦，一楼。好，二楼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在干嘛？上去吗？但我好想走自己哦，自己能不能走啊？能嘞 ，Let's go。这里也没东西，也不能跑，能跑吗？不能。所以我们只能这样默默的往前走。咦，没东西，讨厌！我还想说，可能会有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的。那这兔子好可爱哦，哇，它可以跳好高。走吧，不愧是兔子。好，我们上去，这是三楼吧？哦，什么东西呀？好像不是这边，声音应该是从高处传来的。哦，我们不能走过去哦。那好吧，上去吧。这里吗？哇哦，这里感觉就是医院，但是什么都不能动，什么都不能进，感觉有点难过。你确定是三楼吗？我还能过去耶，应该。对。所以这款游戏到底是玩什么啊？我是感觉还是有剧情，但是我们还哇，好可爱。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啊？我看不到角色，我不知道配什么音。哎，那你终于来了吗？过来，看不到角色，我不知道怎样配音。哦，出来了吗？为什么是黑色的？等一下，感觉有点不太妙啊！这个东西，点点点，是米露啊，真的是米露哦！原来你也在这里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为什么一直配错颜色？你的脸色看起来很差啊！等一下，小兔子，你来到这里就够了。米露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小兔子，先退场吧。这个女孩就暂时由我来照顾了哟。你的声音怎么变得怪怪的？还有从身上冒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啊？哦，别问那么多问题了，回去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完成呢。虽然是被附身，所以那个叫米露的家伙应该是被附身，然后那个奇怪的绿色家伙就用他的身体来说话，这样啊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应该，也许，或许。咦，点点点，又是点点。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兔子，但是累了的话也是需要休息的哦。还好只是累晕而已，睡一觉就没有大碍的哟。虽然人数有点多，但全部记得有点困难。但是这个女孩真的没有印象，而且，嗯，什么鬼啊？哦。哦，靠追！等一下，哎呀，这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这个孩子就是该怎么办啊？太突然了，我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。可是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我这样做的话，耶、yeah? ？
耶！等一下，我有点在情况外的感觉。Polygon Bunny Meet Fairy Bunny Meet Fairy， 兔子遇到精灵，是我们终于要进入第一章吗？终于。哦，对不起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奇怪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奇怪的地方，和米露呢？为什么都不见了？难道刚刚的是梦吗？不对啦，我现在还是可以说话，而且身体还是人类的样子。那个，感觉好点了吗？睡在这里会着凉的。对不起，我在想事情，没注意到你。刚才是你在照顾我吗？真是的，我为什么竟然会在这种地方睡着？可说是吧，其实我什么也都没做，只是想陪你到你醒来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可以遇到那么善良的人，就跟主人一样了，好高兴。别用那种笑容看着我啦！你那样看着我的话，我，对不起，我有事情先走了，可以的话希望能再见面。哎，那么突然吗？可是，为什么啊？哎呀，我还没有感谢他的说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不对啊，他不是主人的朋友吗？他常常来家里跟我玩，刚刚居然没有发现。先不管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，跟着他应该可以回到主人身边吧？好吧，所以我们要往左走。哦，还会自己走哎。哦，等一下，哪里头上有兔耳的？前方禁止通行，海大还在准备中，还不能进去。是吗？很抱歉的说，那个不好意思，请问主人露米的家是这个方向走吗？露米主人，你是说蜡笔城的露米吗？往这边一直走，穿过沙滩和小山谷就是了。可是这里现在真的不能进入，请休等一下好吗？在这段时间，你可以继续去找你们的兔子哦。找兔子？乌鲁鲁，谢谢你了，那我先等一会吧。好吧。看来左边不能走。那只能在这里等一下哦。好，等一下了吗？话说这个地方有点眼熟，该不会是我被主人收养前前往的地方吗？就当作是储蓄人类的身体练习，去确认一下吧。哦，出来了，左下角那个好可爱。哦，哎呦，说明时间 performance， 遇到游戏无法啊，就来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哦。这什么啊？哎呦，他会打我。按上可以聊天，按上，按什么啊？呀，我先找一下按键，感觉有点糟糕哦。按到了，你们今天又来找兔子吗？有没有什么收获啊？兔子，有只兔子啊。但这些兔子我不知道怎么打呀，到底怎么打？我有点，哦。好像什么东西都还没学到哎、欸，真心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没学到哎、欸，那算了，但我见面都好可爱啊。我们往这里走走看，自己掉下去感觉有点不太妙。聊天啊！但有那些兔子在，我又不想聊天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叮铃。Pico 锤子，锤子吗？
按下 C 可以用垂直攻击，可以用连续攻击，这样好哦。所以这个敲掉吗？可以耶 ，nice。所以我可以敲掉那里兔子吗？哦，他被我敲下去了，口没拉塞。哎，感觉这边跳不过哎。哦，小山谷。咦，那个。那蘑菇好可爱。OK。哦，超酷，走吧。现在应该是往前走吧。选手不知道我会走去哪里。走吧。哦，这是哪里啊？点点点点点，就是这里。这也不就是我以前的家吗？没想到还有机会回到这里，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。哇，自己做的草堆还在耶，睡在这上面软绵绵的。可是现在身体转不进去的说，好可惜。往前走应该都是熟悉的地方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变化呢？哦 ，Safe Point， 再回时右下按下一下键就可以了。好哦，这样子吗？哦，可以嘞 ，safe complete， 好哦，按上聊天，来，真假寿命会减少，走吧，哦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酷哦，走开，走吧。走开，往前走，看看前面还有什么。走开，走开！哦，还会打我哎！泡泡，泡泡攻击，好多地方哦。我在想，如果还是一个小兔子，它到底是想走过来这里的？好，走吧，这躺我好熟悉。呀，跳不上去！呀，跳不上去！那我走这下了，下一个存档。好，有。第一口其实提升了，然后那个范围提升了，真假的？然后自己存档 ，safe complete。前面这是什么？哇哦，又有一只奇怪的家伙。真是的，为什么到处都是红色的蘑菇啦？害我要走到这么远的地方。可是这些都很大，这些也算是值得了。这森林中有免费的可以采，谁笨到去买那些贵到不行的啊？但感觉那些蘑菇有毒。哇，太好了，发现猫猫小姐了！猫猫小姐好像有点印象，是主人的朋友吗？哇，是谁啊？别突然在人家背后出现啊！我已经受过了这那些森林里的生物了。那个猫猫小姐不可以随便采森林中的蘑菇哦，那么鲜的红色可能是有毒的蘑菇的说。虽然不知道你是谁啦，但是不要小看我哦，我对这些东西可是很在行的。虽然是因为家里太穷，要到处找可以吃的东西。贫穷的猫猫小姐，那你一定是主人的朋友了。我果然没有记错呢。主人，我从来没看过你啊！你到底是谁啊？等一下，兔子耳朵，你是那群练兔币对吧？可恶，最近头上有兔耳的人变得到处都是，我居然被习惯到有个兔耳在眼前都没有发现。嗯，我不太明白喵喵小姐的意思。请你听我说，虽然我现在是这个样子，但我平常在露米主人身旁，但我是平常在露米主人身边的兔子啊。希望猫猫小姐可以带我去找主人说。别过来啊，变态！我说很多事，就算我再怎么穷，我也不会加入你们那个变态集团的。虽然又是用迷路失踪的兔子来骗人吗？这已经是你们第三次用这种方法了。
等一下，你好像有什么预费？我真的是，你在干嘛？我都叫你别过来了，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你再过来的话，就别怪我了哦。等一下，喵喵小姐，你想说什么？打架啦？还说什么？我感觉等级好高，感觉我好危险哦。他等级好高，那是什么啊？炸弹吗？还真是炸弹！天啊，好难打的感觉哦。他到底血了多少啊？看吧。等一下，他变心念的时候好像是不能打他。有，你走开。好，那一只东西什么鬼啊？感觉好危险哦，果然好危险。你走开哦，跟你不太熟哦，上面那一只。嘿，上面那一只，哇，越来越多攻击的嘛，喂！听听听，哎，哇，咦，差一点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感觉他有点不太妙，我先闪。哦，果然嘞，好凶哦，你超凶。好了没啊？好了没啊？好了没啊 ？OK， 来这，我在这里啦。还要听听听啊！哦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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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Hello，Hello，Please 啊！你这样子很危险哎，很危险哎，老兄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多久没有玩这一种游戏啦？OK， 清三，哎呦，没打到，又是炸弹，炸弹不能乱丢，你知道吗？有。打赢了，终于，耶！好痛，反对方也哪有人会拿锤子打人的啊？你不要以为我输了啊，我才不会输给你这种人的。那个喵喵小姐，可以听我说一下吗？才不要，讨厌的恋兔必怪的鸡腿，什么鬼啊？来，听人家说话哦，来。别走啊，猫猫小姐！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什么恋兔癖？我本来就兔子啊！认错人了吗？完全听不懂还在说什么。本来想说可以找人帮忙，就说叫他先回去了，已经走得有点远了。好吧，感觉就是一个态度急，不解释。那我觉得我们实况就可以先到此了，没有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要看更早的趋势，继续我找我的更新影片。那我们就先到此咯，这一集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啊，想看续集的话也点个赞这样。好啦，今天到此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所以就讲啦，讲。